偷偷摸摸干啥你？好啊，又在给我使坏。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还有鸡蛋呢。这次又要翻老毛病。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哎，咱俩还有手抱什么？有，在厨房，你去拿去。好了。吃的还挺全乎。抓紧给你换过来。这个水面。真香！哎呀，这小河粉泡够15分钟以上，劲道爽滑，好吃不断挑，能泡出满满一小盆，实在是居家旅行必备美食。你别跟我喝水，吃茶。别吃茶。看你怎么出洋相。配合你演一下吧。哎呦我的妈！